我唔制啊，咁靓点解要抄我牌？近日元朗抄牌狱警嘅案件引起社会关注，但系改善警民关系都系要由教育着手啊。近日长早晚就为警星白二秒拍摄咗关于抄牌嘅理由，内容具教育意义之外，亦都有唔少搞笑对白。希望以后有市民遇到抄牌，都会好似长早晚一样讲道理，可以笑住接受抄牌啊！ 唔好意思啊，頭先仲話要投訴你兩個。唔緊要，其實一場誤會啫。係講到因為靚仔而俾人針對咧，我就最明白㗎啦。你唔明。